在那个阴暗小巷，有多少的人徜徉、yeah、我们都没有那么健忘，哈哈、yeah、时钟滴答滴，凌晨1:07，放不下你。时钟滴答滴，夜间的下午2点，我等着你。时间滴答滴，有多少的梦还在那梦里选择你？时钟滴答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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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忙不着睡地，是穿所谓的那几个道理。又有多少人选择看穿，但是都看不清所谓的道理？有多少人拥有那超能力，反正都看不清自己？你自己看看，时钟滴答滴，那个那个，有多少人在听我？他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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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还不赶紧的躲起来，裹着被子藏起来吧！他妈的，他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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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裹起那所谓的小被子，他们都来了，还可能揉你，得不到碰你，有多少的人都想到了抽你，我们都没有的选择的道理，有多少人碰破了秘密，我们都没有的无所谓，杯中的水会落到地面，有多少人无所谓，我们都反正都放不下你啊！